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浩。名师教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现在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炎热，那么炎热的夏季，我们吃些什么好呢？哎，夏天是吃瓜的季节，什么黄瓜呀、丝瓜呀、冬瓜呀，是吧？今天呢，铁刚师傅给咱们教做一个菜，这个菜叫做鲜虾煮三瓜。李铁刚高级烹饪技师，天天饮食厨艺指导，今日推荐鲜虾煮三瓜。这个夏天是吃瓜的季节，没错，这个一个是省事儿，而且这瓜呢，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，没错，比如说丝瓜呀，它这个比较性甘，是吧？吃起来它比较败火，没错。像这个苦瓜呀，来跟我们说呢，对，这个有降糖的作用，没错没错，而且提神醒脑，今天我估计这三瓜少不了这两样。我再介绍一下主料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主料呢？咱们先说是丝瓜，丝瓜，冬瓜，冬瓜，哦，然后是苦瓜，有苦瓜，君子菜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配它的呢是一些虾仁，还有这豆腐干丝，哦，这南方叫千张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边呢就是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糖，一点点香油，这家里都有，就可以了。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咱们这样，边做边聊，好不好？这丝瓜做之前啊，我先介绍一下，今天咱们使这个丝瓜。今天咱们使这个丝瓜呢，是这个南方丝瓜。您看啊，其实南方的丝瓜跟北方丝瓜，很好辨。最好辨认的就是带棱儿，南方丝瓜带棱儿。对，咱们北方的圆的，圆的，而且呢，非常的比这个绿色呢要浅一些，显得嫩，显得嫩，其实呢，我跟您说啊，那种丝瓜呢，凉拌比较好，对了，口感比较好，非常绵软，要煮的话，要煮是这种，非常筋煮，对，而且呢，它还不软，哦，好，好，现在这个丝瓜呢，咱们就给它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，给它稍微去一下，把这棱儿啊去一下，这个皮啊。其实这个皮啊也是非常有营养的，对，主要是咱们把这个老的这带梗的地方给它去除，是吧？一般这个炖煮用南方的丝瓜，对对对对，把这个丝瓜呢咱们给它切成条，所以夏季啊吃点煮菜也好，是吧？汤汤水水，对，既有营养，但是呢它的热量还不高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瓜切条，是吧？瓜切条，对对，然后冬瓜呢，和这个苦瓜呢，我已经切好了。切好了。有人就说：“哟，这苦瓜太苦了，放在一起煮会不会这个汤都是苦的？”是啊，不会，不会哈。苦瓜又叫君子菜。对了，怎么叫君子菜？苦了自己，别的都不会苦。对对。点火，点火，点火呢，我就倒水了，是吧？加点油，沸水啊。对。好，铁刚师傅跟我说啊，这个菜呢，为什么夏天做比较好呢？十分钟。一会儿功夫就得了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不用在厨房里待太长时间，是吧？这烧开以后我们就可以飞水了。咱们先把苦瓜放进去，好，因为这个苦瓜啊，它焯烫的时间啊，要长一些。等这个苦瓜啊三成熟的时候，咱们放入冬瓜，好，等冬瓜五成熟了，再放入丝瓜，然后一起倒出来就可以了。这预熟时间就基本统一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好，你看水呢再次的沸腾了，对了，然后下入丝瓜，因为丝瓜呢还是比较嫩的，比较嫩。哎，这个选丝瓜这有什么窍门没？这个选丝瓜，您买的时候呢，首先捏一捏，如果里边非常的空，对，不行，捏一捏的里边呢比较实在，但是呢，你手里边呢可以感觉到，就是说它的这个里边的瓤啊。不是很宣哦，这样是非常好，是最好的。而且这个纹路呢，要稍微的清晰一点哦。您看，丝瓜皮变绿了，你看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咱们给它捞出。您看这丝瓜皮，翠绿翠绿的。对，这看着就有食欲，是吧？对，点火就该处理这虾了，是吧？就该处理虾了。这油也不用放太多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我放入一些姜片哦。咱们说了，夏天呢多吃一些姜，对，蒜，对，它比较这个调理啊，祛湿。好，
瓜切条啊，然后就开始这个，哎，要煮三瓜了，煮三瓜了，哎，好，你看蒜啊，微黄，微黄，把虾放进去，哦，哎，哎，说马上就变红了，这虾，哎，鸡腿，虾一变红，哎，证明什么？这个虾里面的这个虾红素已经释放出来了，哦，对对对，哎，然后就可以加入加水，水，好。就开煮，哎，您看这鲜味就来了，哎，好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豆腐丝，嗯，放进去，嗯，其实放豆腐丝啊，嗯，有两个目的，哦，一个呢是增加这个菜里面的这个植物蛋白，植物蛋白，嗯，二一个呢，嗯，加入这以后啊，煮完这个汤啊，哦，口感好，而且还白，哦，这是个窍门，哎。好，如果说这个菜呢，你煮出来像清汤一样，对，虽然看着清爽，但是它不好吃。对，啊，好，这时候把三瓜放进去，咱们就开始煮三瓜了。行吧，盖上锅，别让这味儿跑了。大概煮个两三分钟。两三分钟。哎，就因为咱们刚才已经十分钟了。对，哎，整个十分钟。哎，已经汆烫了。对，哎，这样呢，嗯，已经。很好熟，嗯，只要它开起来，嗯，这个让它这个动物的这个蛋白，嗯，海鲜，嗯，和这个植物蛋白融合在一起，对对对，这个，汤色呢让稍微变白，调味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时候加入盐，加入盐啊，糖，哎，少来一点糖，哎，加入一些胡椒粉，哎。咱们家在做这个啊，冬瓜汤的时候，哎。最后要放香菜，对呀，啊，咱们做这个，你要放香菜呢，可能就会夺味儿了，哎，嗯，会烂，对，哎，您也可以放一些香菜根儿或者香菜梗儿，哎，调一下味。对，今天呢，咱就不放了，对，啊，最后淋出锅的还淋点香油就，哎，哎，我们这道菜就算得了，来，哎，您看啊，你再从头再说说啊，哎，其实啊，很简单，我觉得您记住九个字就可以了，九个字，哎，瓜切条，瓜切条，哎。嗯，下鲜料，下鲜料，哎，虾仁跟那个豆腐丝，哎，对对 对， 对，哎，然后是煮三瓜，煮三瓜，哎，煮三瓜的时候呢，您记住了，哎，时间不要过长。那么炎炎盛夏，吃饭炒菜啊，嗯，不要发愁，有铁汤师傅在，哎，下周一铁汤师傅再教咱们夏季啊不煎不炸的这个时令菜。下周一，老时间，老朋友，老地点，不见不散，再见，再见。大拌菜色彩鲜艳，清新爽口，可是在家制作的大拌菜总觉得差点味儿。有着凉拌王美誉的刘浩翔师傅来为您揭晓其中的奥秘，明天的天天饮食值得期待。